行政一定嘛做会，不耍了，副总统，啊，你逐项拢有上，拢有经验啊，搁加一个小美琴，那动出来，都唔免学习，爱你两组，得搁补习足久的啦。咱在座新北所有的乡亲，大晚大好。天气遐尼冷，啊，大家还佫遐尼热情。即几工啊，天气的变化较侪，所以我请大家出门得爱较注意一下。你时也较热，暗时啊得爱加扎一件衫，安尼较袂去用感冒着。我先要甲各位报告，阮余湘泉替我生一个查某孙啊，我做阿公啊啦！足欢喜个，嘿啊！正无代志拢伫厝里伫嗨咧嗨咧，抱阮查某孙啊伫遐咧嗨咧。食古锥，我看起来毋知是生余湘泉还是生我。其实生意就生我，对不对？咱这次的总统选举，这三组人，你甲看下，倒一组较胜这个总统，不是啦，你甲看，你安甲算了啦，咱偌清点。一位、立委也做会，过来市长也做会，过来行政一定也做会，搁刷了副总统，啊，你逐项拢有上，拢有经验啊，搁加一个小美琴，伫国外比国内立久，这等于是世界性的代表。咱赖副总统。那动算都唔免学习，爱你两组得阁补习足久个啦。所以较戆个，咱干呐看迄个组，嘛知影讲第一邓哲仁都是组对唔对？邓都是组啊！二号，我咧讲。啊，这次的这个立委，我那介重要。你予咱赖总统当选，咱立法院嘛是爱过半，才有法度做足侪代志，免定来去予因抗争。所以，咱所有全国的立委，只要民进党提名，拜托各位但互相打电话联络一下，好不好？尤其是政党票，政党票是关乎到不分区的。虽然我无伫不分区的啦，但是迄我私人个人的代志，讲的较要紧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政党票，我拜托各位一定要投六号民进党。民进党啊，你讲，讲什么爱下架民进党？但你讲的啥笑话？不是啦，你啊看咱这个蔡总统这八年来做够好无？逐项就好，卖讲啥，干那股票就好啦。卖叫股票的时阵八千点，咱蔡总统做个。现在一万八千点了啦，对不对？你看看看这点就知道了，下架下啥货，真正有有当时想得足气的，你知道没有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拜托咱
新北，尤其咱新北的乡亲，这十二个提名的立委，拜托各位，大家坚强的好不好？坚强好不好？我时间也要到啊，但是我想要唱一只歌。拜托，再给我几分钟啊！哈，好不好？母亲的名叫台湾啦，会晓唱的人，大家斗阵唱好不好？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母亲是山，母亲是海，母亲是河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母亲是良知，母亲是正义，母亲是你咱的春天。千万粒的汗珠啊，仔，唔叫出母亲的名。台湾敢是遐歹听，想着心寒气微寒。母亲的名叫啥？汗珠啊，惊袂当叫出母亲的名，亲像会教的第四件，予阮心寒对心肝。两千万粒的汗珠惊。台湾。